四名蒙脸戴头盔的男子八月十八号中午闯进沙南一家售卖结婚用品及裁缝店抢劫。视频可见，其中三名劫匪先后闯入店内，持刀制服店内职员及顾客之后，直接打开收银机，并掠走1000令吉款项，还抢走女顾客身上的金饰。正当劫匪准备离开时，这时还有女顾客进入店内，她也同样被匪徒抢走财物。沙南警区主任穆罕姆伊巴披露，遭殃的四名女顾客分别是三名印裔及一名乌裔，他们一共损失22000令吉。整个劫案大约7分钟，过程中无人受伤。警方在全力追查涉案劫匪的下落，并且援引刑事法典第395、397，截获持械抢劫条文展开调查。